大家好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我们三个叫做当当当，他叫做匹克，然后我左边叫做洋芋片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次那个6月27号的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？有看的举手。哦，只有三个而已。对了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对啊，对。对啊，第一首歌呢，这首歌叫做数字歌。长老家路，花莲阿美族人，6岁玩哥哥吉他，11岁学打鼓，16岁上台北做板模工，之后从事音响工程近20年，但是他从没忘记对音乐的热忱。36岁时，他毅然放下工作，回到家乡花莲杆树脚村，谱写对自然文化与生活的体悟。2006年，杂老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而被唱片公司发掘，陆续完成了3张专辑，都获得了好评。近期更跳脱一般大众对原住民专辑的传统概念，以跨国族合作的形式创作了新作《波里尼西亚》，并得到第26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和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双向肯定。Nice to see you again. Nice to see you again. See everybody. I'm so happy. I'm so nervous right now. So, 为什么要讲英文啊？我其实算一算，我应该有3个工作。一个是歌手嘛，而且是金曲奖的专业歌手，国际级的，是去国外录音那种啊。谢谢。然后一个是你刚刚说去实习的。板模工人，还有一个是音响工程。音响工程是你做最长的工作。对，就是我在这个我所学习过程当中，到现在一直没有被换掉的一个工作。是因为也无可取代吧，做得挺好的。也没办法，因为我喜欢这个。对，喜欢做声音的感觉，因为音乐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弹唱啦、演奏啦、光鲜亮丽的舞台上去表演啦、就是真的音乐的表现。其实我认为去享受别人演奏出来的，而且经我的手，然后把他们声音就是弄到就是很棒，让台下的人听得非常开心，非常舒服，而且被感动。我就觉得那个感动胜过于在台上演奏的感动，所以我喜欢这个工作。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就是对音乐的那种喜好跟坚持，就是我把这个东西这样的弄一弄。但是最后能够成就我这件事情的是非常要感谢我的太太。这个创作跟比赛啊，就是自从她送我那一把吉他开始，我们认识的第一百天，然后她就写了很多像情书之类，我看了都觉得好别扭。你脸马上就红了。对啊，是，然后就到现在那个保存的好好的。对，不管未来的10年、20年好50年，你都要像现在的态度一样，对你的音乐坚持跟喜欢，但重点是要保持你的乐趣。所以我很感谢我太太。对，所以她支持我，鼓励我，那所以我就开始去比赛，然后从第一章到现在的波利尼西亚，对，所以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强求不见得会得到你要的事情，所以有的时候是倾听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声音，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喜欢音乐的态度是什么，所以那个初衷是我现在永远记得。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听一下老老的。可以啊，好，来，请。很久没有唱这个歌，考验哦，你是歌王哦。再三都已无所谓，快要承受不住，就像是中毒般的难受。当然要赚很多钱，需要很多很多钱。我看上了部很酷的老车，它看起来虽然有些老气，就算跑得很慢，但是它有美丽的
喜欢看到羡慕的眼光。爸爸爸爸爸，这台老老的车。那路茫茫，嘎布拉阿罗的马蹄来吉鲁扎，里木布里木布斯拉来马蒂亚爱布拉鲁布。Satu bersatu kamu mata yang mengalai kamu bisa kai tu mati rai ai cintu sayang. 我要陪着他到处去遨游，带我要去的每一个地方。我要陪着他到处去遨。这不老拉的车，哒啦哒哒啦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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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